大脚开心哥，我们上次511北美官网全记录是吧，大出全记录，下完单就缺货了。哎，这个我已经收到了，先收到了两条短裤。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个，他现在你北美官网今年开始啊有一个特点的发货，就现在他不是从他那个什么仓储中心统一发了，他那个在亚马逊仓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统一的仓储中心，他现在这两条短裤啊分别我看那个从两个州的他的511商店直接从零售店里面直接来的，一个是北卡罗来纳，一个是田纳西。就上次511那个什么魔术商人买一送一，那次已经是这样，因为他这两条发过来了都没有包装，像这条就是那个下完单就缺货那条啊，没有包装，然后标签上直接是贴的价格的标签，这一看就是直接从店里扒的，好吧，直接从店里扒的，贴了个二十刀，这条也是20刀。啊，就是黄色这个特价的促销的标签，就直接可能是架子上或者是什么，哎，直接拎过来的，所以它就没有包装了。啊，这发票都是两间商店给开的。好，就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情，因为我下了两个订单，官网下了两个订单，然后给我发了四个包裹，另外两个我还没收到。好吧，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发货的形式了，这个官网下单，然后他统一在各个地方调配。哎，给你发，所以你收到的时间呢就不一。那咱们就先开箱这两条短裤，哎，都是20刀，折后就是差不多人民币100多了，这个就啊便宜过优衣库啊，相当可以。先看这一条啊，名字就叫做 Aramis 啊，我这个一搜这名字啊，这个一搜叫什么？原来是啊知名啊男士高档护理护肤品和香水品牌，好，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。其实它跟我们之前开箱过的那条 Apex 短裤很有名的那条是吧？更有名的那个系列，它就是这里不带这个口袋。其实其他地方你看这个前兜啊还有后兜是吧，这两层的这个配置啊都是差不多，也是不带拉链的，但它的棉的比例就更高一点，Apex 是弹性更好一点， Apex 棉的比例没有那么高，这条棉的比例好像是90多啊，其实这么摸起来就是一条纯棉短裤，普普通通的感觉啊，它也没有这边这么多什么机关，就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格罗哥你可以搜一下，它的代号是73350啊，73350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啊，不过这个就说到这个颜色啊，大家看这个是油漆兵绿色，我们之前开箱过那条 Apex 短裤也是油漆兵绿色，这个色差有点大是吧，这个我觉得更像有点像什么 Moss Gray 啊，或者大地色咖啡色，什么什么矿石色岩石色，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，你看这个是我还放个比较啊，这个是 Moss Gray LBX 一个油漆兵绿色的设定，到手我一看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启发，就是这次就瞬间你悟到的那种感觉，就这种颜色我以前也非常喜欢嘛，一直想给它找一个定义，说是大地色啊、岩石色、什么咖啡色、巧克力色，还是什么 musk gray 马灰色，其实这些后来发现都不重要了。我今天发现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颜色，钻树之勇。好，就是你想象一个全身 MC 迷彩老哥穿着这件短裤出现在你面前，你100%可以确定它就是钻树之勇，你们绝对是同路中人啊！这个下巴草或者是日常穿着真的是非常的合适。啊，这个是从此真的不再纠结。那相比说钻石之勇，另外这条鸭黄色不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它标签上就这么写的。好，73353，那这条称得上是妇女之勇了。这个大家不要说我们这么肤浅，说鸭黄色就妇女之勇，其实重点是这个剪裁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看的好像是不是不太明显？哎，站起来给大家做个比较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剪裁，这名副其实妇女之勇嘛。啊，别说我们不是暗示什么，就是说它一个战术短裤嘛，因为它是 Defender Flex Range 系列，哎，靶场系列，它要求你这个裆部啊一定要，哎，活动范围一定要大，所以基本上你在靶场上是吧，一个经典的什么呢，就是在 R1 这部游戏里面它这个动作，哎，这是还原的是相当的到位。其实战术之勇也是了，你看这个战术短裤的是吧，这个相比于说一般的休闲系列的短裤，可能哎这方面你可以稍稍留意一下，你的裆部是不是这么的给力。
啊，当然这条 Defender 系列呢，因为它是、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长裤系列。我们之前给大家开箱过的是它这个卡其色的，啊，你看它的剪裁呢，这个尤其是料子、啊、这块就很像这种牛仔布了哈、啊，包括你看牛仔裤的这个兜的设计也是这样。那后面也是一样，双层口袋，五幺幺现在短裤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、啊。侧面这个口袋高一点是吧，在侧面一个弹夹，两个弹夹，一个弹夹的宽度了哈，拿东西会稍方便一点，尤其你开车的时候是吧，会稍方便一点。啊，这个是短一点的，这个好像是9.5寸的，啊，稍稍短一点哈、啊，从你的裆底到裤脚的这个距离，这条应该是稍稍长一点，因为这两条都是30的码数了，哎呀，这么看又差不多，好，这么看差不多，好吧，所以就是今天的一个这个快乐的分享啊，关于战术之友跟妇女之友，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感悟，这两个短裤的颜色，啊，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我是泰迪，我开心哥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